本分局埔子所于本月十一日接获辖内汽车旅馆业者报案，民警抵达现场时，消防人员已将两名房客送医抢救，其中一名女性房客经急救无效身亡。经警方鉴识人员现场采证，发现有毒品咖啡包及笑气瓶。本案已报请桃园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。死者死因仍待法医鉴识报告厘清，有关毒品来源，警方将持续扩大追查。